朕不许你再这么做。陛下现在可感觉好些了？你要去哪儿？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在天体逗留太久了。那我是不会留你的，不过你要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想回来了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。白露，你也要保重啊。如果有一天你想救人，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个法子。陛下一直都没有醒来。我知道。陛下现在可感觉好些了？朕之前是不是吓着你了？陛下的星辰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是真是？他们对陛下做了什么？他们没有对朕做什么。朕接收了神境赐予的力量，身体异于常人，但朕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是食宿之狼的影响？朕也不知道，不过这种症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只是这次更严重一些。陛下，你可曾后悔接受神境的力量？朕不后悔。再说，后悔也没有用。